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是金博先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那个 X3 的电动尾门。那 X3 电动尾门是到近年来才有标配，那一些外汇的 X3 或者是12年之前的 X3 那是没有的。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哈。一样是按着尾门键，它就会关闭。来。好，可以大机一点。那我们的撑杆作动是没有任何的噪音，然后可以再来过来这边看，就是我们会在这边做一个尾门的按键，那可以让你做开启或关闭。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还没电动尾门之前，习惯用手开关都可以，这边手也是可以开关哦。但是这台 X3 电动尾门是没有电吸的，但是即使没有电吸，它的作动也是非常的正常优雅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非常的安静。好，来这边。那市售的 X3 绝大多数都没有室内按键，我可以肯定99%。来，镜头带来这边。哦，那你找金博安装的话，我们会帮你加装室内按键，跟原厂一样的位置。好，来镜头可以调过去。这时候如果下雨的时候，你坐在室内就会非常的方便。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你也是X3的车主，都可以跟我们做联络。Yeah.